家朗同何思培分别蝉联体育记者协会最佳男女运动员。最佳男运动员得主剑击张家朗。剑击的张家朗大热蝉联最佳男运动员，去年他在世界杯巴黎站封王，世锦赛泽同，首次成为花剑世一。攞完奥运金牌，我会相对上舒服啲，系开心啲，系啦。咁可能大家对我嘅期望可能会高咗啦。咁但系我都会觉得自己打劫系为咗目的，系为咗开心嘅。咁亦都唔好话太大，俾自己太大压力嘅。咁攞完奥运冠军，某程度上系achieve 咗一个梦想。咁对我嚟讲，我反而觉得会可以轻松啲去放松去打。游泳嘅何思培连赢两届最佳女运动员。去年在短池世锦赛独取一金一银，未能够亲身领奖，拍片致谢。张家朗同何思培透露，现在会留港训练，全力备战亚运，希望为港队再创佳绩。得奖者是由体育记者协会一人一票选出，今届体坛名人唐得主是单车名将黄金宝。其实很多都真的由细睇到大嘅，咁同埋我自己都有时候咧都会好好去想下呢个关系。赢嘅报道就自己做好开心，咁有时候如果系输咗，有时候可能报道嗰时候好似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。咁但系慢慢成熟咗之后咧，就觉得其实都系大家互相配合大家嘅工作啦，或者之后咧其实就非常之开心啊。体操代表黄晓莹、桌球嘅吴安仪、张家伟等都喺颁奖礼中获表扬。无线电视记者房晓彤报道。